我是三黑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麦当劳，我想有点吵，请见谅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叫麦麦乐，动物像麦当劳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我现在呢要让小朋友都集合在同一个区域，所以我现在呢要把这两边长桌呢。今天可能帮我检查一下，看谁没有变成玻璃。谁什么没有举起来变成了玻璃？哦，大家都有吗？有，大家都很厉害，都变成玻璃了。哇！那我小朋友自己拍拍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都拍拍，可以帮小朋友鼓鼓掌。今天小朋友都很厉害耶。那你们准备好要来画我们的姜饼树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大家都已经准备好，那我先坐下来。